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广东卫视正在为您播出的《你会怎么做》，我是邓璐。今天和我们一起在演播厅的观察团成员是著名作家陈岚老师，欢迎；法学博士楚英教授，欢迎；谢谢大家；心理学家雷鸣老师；奇葩说辩手小马马建岳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走进一个职业群体——消防员。可能一提起他们，大家首先会想到的都是他们救火救灾英雄般的身影，但是他们日常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我们通过这期特别观察去走进消防员。消防救援站的一天，从保养和检修装备开始。车上十余种救援工具，必须保证万无一失。跑步走，一、二、一。为了保证出警时减少意外，每日的晨练也是消防员的必修课。加油，扛起来！4:08:09，扛起来！好的体能是战斗力的基础，大家都不敢松懈。上午，消防救援站接到了第一个出警任务，一个小区的高楼需要清理马蜂窝。发现了，终于发现了，然后我们两个几条线，在那个地洞三代人的。有多大啊？有这么大。然后楼下边还站个人吗？但是有点难度，反正上去看一下，我也不好描述这个。他人没人吗？家里？有家里有人呢。你带几瓶杀虫剂。进入夏季，马蜂开始活跃。不少高楼就成为他们筑巢繁殖的据点。马蜂毒性大，在没有防护的状态下擅自处理可能会带来伤害。你这个这窗户也能打开吗？这有个可以往外推的。这往外推没地方站了。马蜂窝在室内二层的窗外，如何登高作业成了难题。你这怎么过道呢？我搞梯子这样斜下来，他那有个车上有个伸缩梯，但是就怕一打开他往坑里飞呀。战斗一班班长左乐园，在处理马蜂窝上有丰富的经验。捅马蜂窝大概也有几百起，简单一点的就用火烧，距离好操作的话，可能说直接用个麻布袋直接一套，只要不被蛰。都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观察一下地形啊，或者观察一下高度啊。在确认只有一个窗口可以通向室外后，左乐园决定在楼梯上架爬梯。玻璃上不行的。你等一下那一节。玻璃上不。不好，我知道。等一下你那一节刚好靠了那。翻不过来了。那再翻也可以。好，来你对。你看我翻了吗？我知道。玻璃别搞破了啊！可以。我看。目测一下高度之后，你心里有个数，哪怕就是说发生了意外，掉下来之后不会说很严重，这样想，但是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嘛。把防护服给我。这防风防护吗？全副武装，这样很好。这是表示着我们的装备对我们的消防员是很负责的。敢咬到你了，我们也跑不了了。是啊。
们生存的根源，我们记住。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紧着外面烧嘛。这个叫上一个，上一批的。上一批能高了吧？高了。这个就。不行，这样太高了。好多飞出来了，你继续拿它跑了啊，丢进来一只吧，放进来了，放进来了，小心点啊，来推着轮胎。你在这给我喷点药，我让他进来。哇，好紧啊！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马蜂窝终于清理完毕。进来咬人，老师们，老师们，打死了，打死了，放你，他身上有东西没？穿过去行，过两天他就不来了。好好好，来拿上面。因为它不透风，不透气。行，你辛苦了，谢谢啊。我们这边没有什么需要那个的是吧？不用。辛苦了，谢谢啊。每次任务完之后，哪怕再累，我反而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谢谢啊，很自豪，反正就觉得蛮好吧。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去物业买了水要送，但都没有药。就是刚才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一联想到英雄，不会联想到琐碎的事儿，都会联想到什么壮怀激烈。但是刚才我们整个这一个过程，是一个英雄在做琐碎的小事。嗯，小事琐碎，但是危险系数很高，做完了之后不当回事儿。对，其实我们看到危难之处的英雄，但是也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刚才有几点我发现啊，整个这个处理的过程，虽然我们都看得真的是惊心动魄，但是有一个词，专业。因为我们国家的消防制度实际上是在2018年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的，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属于部队，然后呢入伍，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退伍了以后老兵就走了，他的经验留不下。以前火警比较简单的时候呢，靠很多比较年轻的战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城市化，火警各种问题越来越专业了以后呢，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要把经验留下来。所以他的我们的从部队开始变成了一种职业的消防员。在这一点上呢，中国的整个消防呢，
专业化和这个技术化的进步在这几年非常的快，现代公共服务和为群众服务的传统，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组结合。我们辖区警勤量还是比较大的，平均一年1000多起，最大比例就是社会救助。来了消防之后，给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更贴近于人民，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对于我们消防员，就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摇摇摇，来，我们一起摇啊，摇。看你这什么材质，我的天哪！没事没事，你永远都不知道熊孩子会被什么东西卡住，而且各种古怪的姿势卡住，有点可爱又有点心疼。只怪你的眼睛，那个狗那个镜头好有名，这只狗都不知道怎么卡进去的。就是你，唱首情歌送给你。当时我们就是开展日常性的这种地毯式搜救，里边已经没有人了，然后我们将那个顺风车划过去，我们把它一放到那，可能就怪了。对我来说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救起。师傅啊，大哥。我们消防救援队伍职责和使命就是尽可能的保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只要你报警，我们119都会过去。下午，消防救援站再次接到了清除马蜂窝的任务。出警地点是一处老旧居民楼，在9楼上。在9楼，附在下水管上。它是窗外还是窗内？窗外。它是围着那转了一圈。哎，对对对。这次马蜂窝的位置同样刁钻。对这个管道，窗帘大概在那个缝中间。你看到了吗？在这个保险吗？你们在不保险？是啊，带保险，肯定带保险。你手伸出去，枪，然后消防员必须跨出9楼的窗户进行清理。没问题。啊，对，那只能骑在上面。慢点啊。慢点，慢点啊。和想象中的救火英雄不同，更多的时间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像这样为居民解决大大小小的生活难题。还有一个地方怎么走？左转吗？左转，左转。连在搞呢。我们在以前过年大年三十一次出，一个夜晚出60几个斤呢，是吧？大年三十。怎么出警呢？有的都坐在车上，对，在车上看春晚，拿个手机。春节基本是消防最忙的一晚。
我觉得我们每次出警都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都是真真实实的在为群众办实事，在我们庞大的出警量中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对于广大百姓来说都是一种帮助。这个部门那个角落上面这房间漏水，我们也修，是水是发现这个东西，从小被马蜂被怕了。害怕肯定每个人都会害怕，但是你作为一个消防员，你使命职责放在那里，你再害怕你必须得上，这是我们的一种信仰。我有采访过消防员，有采访过武警官兵，有采访过抗洪一线，他们回答都特别真实。我说你们怕吗？怕。怕，这是害怕是人的本能，但是他会去抗拒这样的一个本能，战胜这个本能。为什么？为了别人。我跟大家通报一个数字啊，2020年全国的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警出动了128.4万起，共从灾害现场营救的被困人员就有16.3万人啊，疏散的遇险人员42.4万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画面，一个片段而已。先把战斗服都拿过去。小心，看，小心。下午啊，我们利用一刻时的时间，对我们的楼层火灾救人的操法。开始，欢迎回到你会怎么做。今天我们关注消防员的24小时。上节中，夜晚的消防队突然警铃炸响，晚上8点，消防救援站突然接到任务，有居民报警求助称，家中水管漏电，可能引发火情。消防员们必须在5分钟之内赶到事发现场。水管漏电，水管漏电，水管漏电。
刚朋友来，他们是班长，都是班长，都在闹火。对，他们来也是。他为什么？这应该是老居民楼里头。女士是这处老房子二楼的住户，丈夫在用水时发现管道冒火，起火原因与连接一楼商铺的老旧电线有关，但因为联系不上一楼商铺租户，于是报了警。这个房子是不是太老了？房子那个前房子是老房再试一下，去掉试，就那个铁管，有电没？有。再试，没了吗？没得了。好好好。虽然找到了起火原因，但在这样的老旧街区，消防隐患依然存在。他回来了，你跟他说现在这个不要开了。好，明天还要找电工修了以后再开。好。消防员们面临的挑战还在继续。都说九九六，有些九九六可能是被老板要求的，但是有些九九六是让人觉得很感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啊，对，心里有群众。这才是我们在消防救援站度过的24小时，我们就观察到了这么多让我们真的是惊心动魄、心惊胆战的一分又一秒。我们的心惊胆战是别人的日常生活。所谓勇敢，就是双膝颤抖的时候却依然勇敢前行。什么样的人才会有这么强韧的意志和这么强大的精神呢？我们今天刚才一天观察当中都已经看到了，这可能是你是十年半辈子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情，是别人一天当中几十起里面的一起而已。来自于湖南，是从一名基层的战斗员岗位奋斗到今天的副站长岗位。我叫左乐元，现任战斗一班班长。我的主要任务是在火场内工灭火，然后搜救被困人员。我的名字叫刘彦军，来自湖北黄冈，职务是通信保障班班长。我叫雷雷，今年21，现在是特勤班的一个战斗员，来这里已经有今年已经快第四年了。我表哥当消防员的，之前现在已经退伍了。每次听他说就是，哎，这次打火有多害怕，或者是又救了几个人出来，知道是一个高危的一个职业。那时候觉得的话，这个工作比较神圣一点。我最后选择了这里。对于我们这些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当消防员肯定是想冲锋在一线的灭火救援，但是我接触了这个通讯员的岗位之后，其实我发现这个岗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前两年有一次房屋坍塌的现场，当时有一个人压在那个楼板下面，我们那个救援空间比较狭小，只有一个救援人员可以进得去。当时所有人都掌握不了现场情况，
而我作为现场的通信保障通讯员，然后我带着图像传输设备以及摄像机，我就爬到那个房屋坍塌的最顶端，找到了楼板的空缺的位置，把现场救援的细节画面传输到指挥中心。我也当时也顾不了说有什么碎石啊、钢筋的什么的。如果说当时我的图像没有传输出去的话，就会影响这个救援进度。当时被救出来的时候，第一感受就是松了一口气，然后第二个感受就是手肘已经撑得没有知觉了。以前想象中的消防工作可能更多的就是坐着消防车到达火灾现场，把被困群众救出来，就俨然就是一副英雄的样子。后来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我从事这个通信岗位还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可能我说的最多的词就是开心骄傲，因为这个消防员的工作也确实能给你带来幸福感。平凡而伟大，平凡做的就是分内的事情，而伟大就是来说帮助别人完成各项任务之后那种成就感，会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是挺伟大的。有次在我们附近那个辖区内有个老居民楼，那个老奶奶那边那天晚上起火了，烧得比较大，我们班负责搜救，当时把她从楼上背下来之后，她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行动不方便，背下来之后她在那里就特别感谢我们，就是当场和要下跪的那种。行，到医院了，没事。这是我的一个本职工作，我不救他，谁救他？当时想着就说，又救了一个人，自己觉得自己厉害，挺厉害的。我的工作职责和使命就是把兄弟们平平安安的带出去，再把兄弟们平平安安的带回来。就坐在那车上的时候，别人都往这边走，你反而就是往前面冲，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结束之后就是围观的群众就是说一句，哎呀，消防兵蛮辛苦，就反而听到这些话就觉得蛮欣慰的。就像我们今天记录的这群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他们又是一张又一张年轻的面孔，他们也是看到危难的时候直觉会说害怕，但是去用尽一切办法战胜本能恐惧的人。为什么？他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哪里需要我，我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危险，我就去消灭危险。我们消防员的制服是蓝色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是网络上会亲切地称他为蓝朋友，永远是在危险当中出现的朋友。我想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还有无数个和他们一样的人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平安，才能幸福。让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他们表示最高的致敬。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下周四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